本节目由六个核桃赞助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创意料理让平平无奇的泡面不再普通。作为有理想有这个创造性的这个美食节目主持人，应该换个花样玩玩的。奶油要分两次入锅啊。小细节，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呀？这个面条就双层的口感。我看这拉丝，这一筷子下去，这个感觉就高大上了啊。加班的时候饿了，然后你再给自己来点这种稍微仪式感，就对自己好一点那种。千万别亏待了自己，尤其是在吃上面。还不快来 get 同款美食，味道敬请期待。中国人自古就有喝熟水的习惯，金麦郎凉白开，口感柔，喝着舒服。柔舒服，熟水品类开创者，全国销量领先。金麦郎凉白开，口感柔，喝着舒服。请到健康产品合作伙伴伊利星活中老年奶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本节目由六个核桃赞助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哎，青云，节目都要开始了，你怎么还在吃泡面啊？不，还没开始说话。哎，满满一大口。哎呀，没时间吃饭是吧？不是，着急了。因为我很爱吃泡面，我觉得它既方便又快又省事儿。你看，马上录影了是吧？录影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录之前我先垫点。哎，但是我觉得就是一日三餐啊，不管我们吃的多简单，还是要稍微有点仪式感。对呀，就是你即便吃泡面，你都不要吃的这么草率，泡面也可以吃出花样来。草率了吗？嗯，难不成今天有一些想法？你先把节目的开场给开了。哼，朋友们，欢迎来到味道厨房。哎，吃什么？比如说吃泡面，怎么吃泡面？什么时候吃泡面？跟着我们学就对了。真的，它这个泡面啊，真是太简单了，简单了，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最基础的泡面。嗯，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安排是吧？对，请上我们的老朋友吧，有请。嗯，让他来支支招，欢迎金陵菜传承人陆少凤陆大厨，欢迎陆厨。陆厨好。哦，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香不香？闻陆厨。这个我也熟悉哈，我进了这里就闻到你泡面味，对泡面还这么吃啊？作为有理想有这个创造性的这个美食节目主持人，应该换个花样玩玩的。对呀，因为青云刚刚其实也说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会选择吃泡面呢？第一，大家生活节奏比较快，就是泡面它可以非常快速的解决一餐的问题啊。除此之外，这还有一个原因很实在，朋友们你们想一想，有没有这种情况？你闻着别人吃泡面就想吃，或者好久没吃，突然有一天的深夜你就想，好想吃一碗泡面。对，但是呢，确实这么吃普通了点儿。录出来带了什么新方法吗？这个泡面我们要把它做得高大上一点。嗯，行。什么就一碗泡面你买多少钱？他买的，他们10块钱差不多有吧？多少钱？不用，5块钱。嗯、那怎么花？卖出去卖个50-60块钱100块钱把它卖出去、那得靠你的手来创造呀。我们就今天看看试试好不好。来，今天第一道花式泡面叫什么？我们搞一个高大上的大虾奶油芝士鸡泡面，有点西餐的感觉啊。对，还融入南京口味，因为是奶油。上食材。好，我们来看一下食材都准备好了，这是特别熟悉的啊方便面。但是你看它的这些啊配角、一看就感觉到高大上了是吧？洋葱好的人觉得这好像跟它不搭，待会我们就试一试。西兰花我们要增加一点素菜，虾蛋白质，芝士，这什么奶油？奶油，这个黄芥末。啊，黄芥末，就是热狗里经常用的嘛。对对对对吧？芥末跟这个配吗？柠檬加洋葱，来我们就开始玩起来。好，先玩起来。这个首先做之前啊，我们就是说到。其实方便面的话吃法还挺多的，小时候干脆面啊什么干脆面，嗯，我吃它麻辣烫里，嗯，我觉得麻辣烫如果最后没有加一份面就是没有灵魂的麻辣烫，就是不完整、不完整、那部队火锅里边也有火锅，还有什么年糕炒拉面的那种，年糕炒拉面也有，嗯，其实火锅最后煮完之后辣锅里也可以下一个方便面、就当主食了。咱们这个其实大厨起名字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词儿叫橘、是吧？那个橘它这个如果我们用烤箱烤，都要把我烤箱打到一个220度。好，来帮出去吧，220度预热。这是把洋葱先给它切成这个碎儿啊。对，细末，等会要炒。我
用这个虾来增加提高这个档次。开背去虾馅儿啊，这个自己在家里边都可以做。这个大虾其实在做很多的这个西餐的面点里是经常常见的，最后上面给你放俩，那个价格就上去了，价格就嘚一下上去了。对对，其实放的目的就是涨价格，其实没有太多的其他意思。怎么了？那到你们这儿就涨价格，人家确实营养就是价值丰富啊。好，我们先把这个泡面给煮起来。既然要泡，我们用锅煮。其实我们煮泡面也是挺有讲究的，我比较喜欢吃那个面条就是筋道一点的，我就不喜欢吃那种特别烂的，所以一般我要是煮泡面的话，我那个时间就会短一点。好了，这个泡面也像刚刚说的啊，不能把它煮得太烂。对对，不筋道了。嗯，如果是你自己就是泡的话哈，你怎么泡？你就直接泡完就吃吗？开水泡呀，然后再加调料是吧？对对对，我都是先泡一遍，就开水泡完之后把那个开水就倒了，去掉什么，然后再加一遍水，然后再用调料。现在好多泡面是油炸的，你看我们煮完之后上面一层油脂。哦，哎呀，你看它这样一配的话，这个泡面突然营养价值丰富了很多。其实也花不了多长时间，比起咱们正儿八经的炒个菜来说，它所准备的食材呀、配料啊很简单，只是你烫一烫、蒸一蒸就好了。一般你自己在家煮泡面的话呢，会打个鸡蛋。哦，对对对，我会卧蛋。其实有，我们也可以加一个煎蛋，煎个单面煎放上去都可以。好，这是做出了那种凤尾虾的造型。是的，我怕我过了会吃一整碗。好，刚刚说了要把这个洋葱先炒一炒。洋葱在里面炒一定要切碎一点，然后把它炒香一点，火不要大。小火。好，洋葱香了之后把火再开小一点。加芥末一点点。千万别加多，这要不然你哭都来不及。这黄芥末还好，它不冲，对吧？黄芥末很香，它主要是香，就是那个热狗里的那个，它倒不冲。它那辛辣味儿没有那么浓。把我们的虾仁放到里面和洋葱好，和这个炒出香味出来，然后加点水。好嘞。水不要多，一点点就可以了。烧开。一会儿还要用烤的。好，这时候呢，我们要把盐味调个味道，少加一点白胡椒粉，一点点盐，两颗盐，一颗鸡精，好，好了，烧开之后，我们就要加我们的淡奶油。哦，还要加奶油，这西式的感觉就来了。一看到奶油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奶油蘑菇汤。淡奶油稍多一点加了100克。这淡奶油其实超市里边都有，一般呢我们都是做甜品做烘焙的时候用的多一点啊。做奶油汤也会用它。烧开，口味调好了，再加点柠檬啊。对，柠檬挤的时候注意把那个籽给挑掉。这样影响口感哈，不小心万一要挤到锅里的话，挤到锅里面吃到嘴巴特别苦。哎呀，蛮多的，酸酸甜甜啊。柠檬在里面真香，你吃不出柠檬的味道。它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加热，它还会那种酸度会减低，然后这个稠度会增加。然后把我们的面条在里面烩。要烩一下。其实因为这个面条还要再二次进锅，所以刚刚煮的时候其实就是不要煮的太熟哈。对。哎呦。哎呀。哎，它有一种炒面的感觉嘞。对啊，这西式的奶油蘑菇面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奶油那个汤汁啊把面条紧紧的包裹住。对，我们是加了100克。根据这个面的多少，我们奶油最后起锅的时候再淋一点。奶油要分两次入锅啊。小细节，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呀？这个面条有双层的口感。好嘞，三花。这个时间要掌握好，也不能太久，对吧？对，太久也会老掉。因为面条最怕是什么？就是做炒面的时候就是团成一团就糊了。一个卷儿，对吧？然后往下一放。西式的感觉来了。来了。你还相信它就是你吃的那个方便面吗？过会儿我跟你说啊，这个另一个主角就来了，还要竞争香是吧？其实你看这样的话，如果叫我，
性子着急一点的，就可以直接开吃了吧？对。大厨，你像比如说性子急的人，就忽略掉芝士那个环节，是不是也可以？也可以，但是也不能忽略。这个我炒的不多嘛，这个性子急的，先这个放烤箱，这个先吃起来。哦，对于专业大厨来说，不能增一分，也不能减一分。对，每一步都需要，其实恰到好处。这是个百里香。哦，摆好盘进烤箱。这烤箱的时间应该不用太长吧？要芝士化了就好了。嗯，大概是30秒，1分钟。要芝士化了，下个色，快的话1分钟，慢一点就2到3分钟。好，3分钟到，我们可以了。好嘞。太期待了，口水都下来了。哎，你没有闻到那个浓浓的奶油味吗？有。嗯，百里香在烤的时候会有香味出来。哎呦，你看那个哇，芝士的那个。漂亮吧？这个真的等不了了，大厨。你就不客气了啊！咱也不说话了，整一个吧。我看这个拉丝，这一筷子下去，这个感觉就高大上了啊！再给你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个花菜。花菜他没有兴趣，没有兴趣。哇！你就只顾着嗯了、啊，嗯，这个泡面跟你平时吃的是不是不一样？它已经不是泡面了。带上这个小伙子们会协会之后，带上女朋友一个蜡烛一点，感觉就不一样了。嗯，泡面就是5块。哎，你吃的是什么东西啊？不是吃西餐吗？你啃生蒜干什么？你碗里没有吗？没有啊。嗯，蒜呢？嗯，就是蒜也好吃。啊，那个蒜味儿，我要离你远一点。这蒜你很，哦，而且因为它那个芝士嘛，就是经过那个烤箱之后，它上面有一点点那种，焦香，起酥的感觉，嗯，就是有一点那种酥脆的，好吃，这完全就是西式面条了。对，这是蒜泥炸渣，把这个面条你改良一下，因为一味的吃泡面，觉得档次太 low 了。嗯，而且我喜欢这种清清淡淡的那个奶油的奶香味儿。嗯。泡面的里面调味料味道太重，好的。对，我们吃泡面的时候啊，它就是因为那个汤水会调的那个调味料特别足，香味。然后就是你有的时候吃完泡面你会觉得非常干，你要喝好几杯水。是的。你像这个就完全不会。不会。你就又只顾着吃了是吗？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比想象中好吃。哎，好吃太多了。就是我刚开始，你看，嗯，你要觉得腻可以喝一口六个核桃。嗯。哎，我们在节目里面摆面条光盘，这也真是不容易，而且还是方便面。你看，因为这个面刚开始咱们煮了一遍，然后又下锅给它弄了一会儿，最后还进了一下烤箱，我觉得它的口感可能没有那么的筋道了。嗯，但是对，依然筋道。筋道。嗯，同时奶油的味道和芝士的味道整个混合在一起，最后点睛之笔，如果你家里有蒜头像我一样加一块，是另外一个世界。中西合璧起来，美好的味蕾上跳跃了一支友谊的舞蹈，就感觉这个吃顿饭从香港乘个飞机就到东北了。嗯，对，这个方便面做的真是太高级了。嗯，它那个面条啊，因为确实像刚刚庆余说的，经过了3次处理，它都不会觉得什么糊了、坨了都没有，它还是会有那个面条的筋道感。对，所以第一次煮的时候，只要软了就好了，迅速捞起来。嗯，这一道面我觉得已经完全达到了我们说的花式泡面的这个标准。接下来第二道，我们期待一下陆厨给我们带来什么菜。第二道要加点肉，不能老吃海鲜了。哎，那吃什么？我们用一个黑椒培根炒泡面。好嘞。好，第二道菜我们准备了哪些配料？黑椒培根炒泡面，来配点辅料。嗯，我先把辅料切切。好嘞。洋葱切成丝，青红辣椒也切丝。这里面主要调色用的比较多，大家可以学一学这种刀法啊，片了一小片下来，然后再竖过来切。我下次想看大厨怎么切胡萝卜丝的。啊，我不会切，我上次在家研究了半天。因为胡萝卜它那个横切面是吗？嗯，它圆的嘛。嗯，它又很硬，就不太好切。我感觉这个培根其实咱们在超市买完之后回家一定要记得也不要放太久。对，
先一切二，切三，把它切成条。培根也要给它切成条啊？对呀、啊。一般我们做的都是什么培根卷啊，或者就是这种整条的，整条煎一下哈。这个做汉堡啊什么的。这个培根量还很多啊，其实正常炒一份也就这一块就够了。哦，那就够了，别太多。好，接下来还是煮泡面的环节。煮泡面的环节，要不我们来吧？好，泡面煮起来。炒的泡面要更加要 Q 一点，所以呢，过凉水。不要过凉水，这个煮的是要，也是不要太久。它是要炒。哦，要炒。这个可以稍稍时间长一点啊，稍长一点。哎，为什么这个可以煮的时间稍长？我们丢到冷水里面，在炒的时候它会干，如果水吃透、吃到嘴巴就吃不动它。哦，明白了。我自己在家做凉拌面的时候就一定要一样的，培根它是经过低温烟熏的，也可以把它焯过水，也可以不焯，不焯了它香一点。那蔬菜我们把它焯一下啊。好了，这个真的是过水，再来就是放在一起炒一下。对，其实你看啊，它这个方便面的整个制作过程也是很简单的。就是如果家里有小情侣的，你想，你花一包泡面的价格给对方做一顿的是这种烛光晚餐，看上去你花了还蛮多心思的，是吧？你再买个洋葱、胡萝卜就好了，辣椒，真会过日子。嗯，重点是要买一根好看的蜡烛，对，搞一个像样的盘子。好，来热锅冷油。好了，放了下去之后，黑椒迅速的要爆出香味。哦，先放黑椒爆香。对。黑椒分两步，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放稍稍多一点炒出来。黑椒爆香我还是第一次看。好，记住啊，热了就可以了。培根，闻到香味了吧？哎，但是你们觉得那个培根就稍微要就是炒到那个就卷曲在一起，有一点焦香，有点焦香感。对。火小一点啊，小火小一点，应该有油和这个青红椒，这个培根的香味已经出来了，被黑椒也盖了一点。主要就是咱们在用明火炒的时候，所谓的那个把火翻到锅里那种，对于烹饪本身味道来说有差别吗？这个就这样的是吧？对对对对对，其实没什么区别，其实火裹的这个锅边有油气，它这火就引过来了，纯粹是一个耍帅的行为，是花样。花式算耍帅吧，就是说，他有时候是不经意的动作，经常做。正常的火是正常的，你一弄啊，这个气流减火就会减过来。他其实就是不经意间展示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好，来，我们把面放进来，接下来要一起炒了。现在还没有在调味哦。还没有。好，先拌匀，开始调味啊。两克盐啊。因为培根是有咸味的。它本身就腌制过的嘛。两颗鸡精，两颗鸡精，少许白胡椒粉。白胡椒粉。这时候呢，因为放了盐和味，我们少许要加一点点水，要为把这个盐和胡椒粉化开，盐啊鸡精化开，充分的就是调味料融合。有人炒这个呢，喜欢用黑椒酱去炒也可以，当然我纯粹的是干的这个黑椒去炒。现在真的很方便，那个黑椒酱超市里边都有现成的。我有的时候做菜的时候，我就会稍微淋一点，甚至有那种一小包一小包。好，最后起锅的时候再撒一点黑椒。哎，好嘞。这个应该也算是西式的做法啊。那现在我们就准备装盘了。这个呢，你可以剪，也可以不剪。特别是你说那种加班的时候哈，你会。就是饿了，然后你再给自己来点这种稍微仪式感，就对自己好一点那种，应该是属于那种加油站的那种。对对对，千万别亏待了自己。尤其是在吃上面。吃是吃到自个肚里面去。你这补充能量，补充动力，这还是那一袋5块钱的方便面吗？好了。热吃，这个味道跟那个味道又不一样，带点培根，带点青红辣椒、洋葱。哦，如果只能二选一，我们分别选一下。好。我每次都是实实在在一大块的。你先尝尝。不一样的口感。对，黑椒的那种吃到嘴巴有点微辣的感觉。虽然它同样是炒面，
但前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女生啊，我说实话，我会喜欢前一个，奶香味比较浓郁，对，然后还会有一些那个 cheese 烤出来的那种焦香感。这个呢，就是黑椒的那种颗粒感，就是有一点微辣的，然后再加上培根，它本身是烟熏的，对，培根那种干香味，但很好吃。这个就比较干爽，嗯，就是吃这个旁边配一点喝的，配什么呢？六个核桃来了，要配点喝的，它就不会噎了。就我们加班的时候哈，自己给自己来炒一碗，然后再补充点这个经常用脑啊，喝点六个核桃，可以啊。哎，我觉得很难抉择，就你必须选择，我都选，我都两个都试一下。但是大家这样，电视机前的朋友，这两个真的都很简单，你们都自己学一学。我们做一个那个就是民意测评，欢迎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告诉我你们的选择，好不好？真的很好吃。看到你吃面条，真能可以吃第二碗。我刚刚准备放下，你又拿起了一碗，让我不得不把这一口吃掉。行，真的，所以就是我如果上镜稍微圆润了一点，大家要原谅我，我没事就让我碳水爆炸一下，好吃。其实洋葱也好啊，青红椒也好，里面也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有的吃一点也挺好的。因为我之前把洋葱和青红椒开水烫了一下，因为好多人他不爱吃洋葱的味道，你烫完之后开水轻轻涮一下，它味道去了很多。还是那句话，找一个周末或者找一个节日，和你爱的人和你的家人花一点点心思，泡面也可以吃出心意。所以今天是不是让你还挺满意的？非常满意，非常满意。一样，谢谢陆大厨。谢谢。那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自己也动手来尝试一下，现在呢稍微休息会儿。